大家嚟到深水埗一个两房嘅单位。呢、这个单位最令人满意嘅地方，一定系佢嘅采光度同埋佢呢度楼底够高，而设计师咧都可以充分利用呢一啲嘅优点。事不宜迟，等我带大家参观一下啦。这个单位运用了简约型格设计，虽然主要运用黑白灰三只比较经典简单的颜色，但是因为运用了不同的材质，所以在沉稳的格调入面都增添了一丝活力。例如是深灰色的云石地板配上水泥艺术漆墙身，是不是更加凸显到高雅而且有品味的家居感觉呢？入门位置的右手边原则是一个房门，而设计师巧妙地偷了这里的空间做了一个双面柜，前面就是鞋柜，而后面就可以摆放一般的杂物了。另一边墙身的到顶储物柜同样好善用空间，轻轻一拉出来就可以变成饭台，这一种的变形家私都可以令到空间更加实用。设计师就将对门改咗喺呢一度，运用暗门设计嘅好处除咗可以分隔开睡房休息同埋客厅嘅空间之外，客厅亦都会有延伸空间嘅感觉。呢间房咧系户主两个女女嘅房间嚟嘅，相信每个女仔细个嘅时候都有幻想过成为公主。为咗增加呢度梦幻嘅气氛，呢一间房最主要就系用浅色系嘅家具。而呢一个组合家私咧，仲系集床、衣柜同埋书台于一身嘅添。中间呢一度咧就保留咗一个好大嘅活动空间俾佢哋。楼底高嘅好处就系，就算用家私做阁楼，分隔开两个空间，都唔会觉得太大嘅压迫感。这个厨房应该是整间屋里面我最喜欢的区域。厨房做了开放式的空间，黑色边框落地玻璃配上黑色纹理石面的橱柜，看上去真的很有低调奢华的感觉啊。浴室同样贯彻型格设计，做了干湿分离，墙身主要运用了深色的衬色增加空间层次感。镜面柜不单止可以增加收纳空间，看上去更加整齐，还可以令浴室的视觉效果看上去更加大添。如果你哋住紧我的单位，一样都系楼底咁高，记得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装修设计啦！记得喺下低留言话俾我哋听。如果你都中意呢段片嘅话，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！下次见，拜拜。我想放上墙度啊，但系呢个咧点样装上去啊？咦？点解唔系香港插头嘅？咁点样用啊？咦？塞晒嘅，大镬！哇！瓷盘啲玻璃胶发晒毛，点算好啊？Easy House 会因应你的预算同埋你的设计风格，去配对翻三间适合你的装修或者设计公司。我哋嘅配对专员会帮你分析报价。当你揀好咗公司之后，咁我哋嘅配对专员仲会陪你一起见证签约，确保你系明白合约嘅内容，并且同意先至会签约噶。喺工程开始之后，我哋嘅配对专员都会定时上到你个单位，帮你视察工程进度，确保工程进度良好噶。咁一般全屋装修需要三个月左右嘅时间。咁喺工程期间，如果你有任何装修上面嘅问题，都可以问我哋嘅配对专员。Easy House 让你装修设计安枕无忧。同埋咧，我哋 Easy House 成个服务都系免费，完全冇额外收费噶。